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我们的魔法世界系列，我们就来马上开始吧。我们在魔法世界，然后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想啊，今天我们先让他们去学一点新魔法，然后做一点新的那个进度，然后我们就回去过圣诞节吧。超期待的，这个是我们哈利波特、妙丽跟荣恩的第一次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么开心？好，那我们上次我们买到了那个。我们哈利买到了变形术的技能书，这本，这个对吧？对，这个 Morphite 变形术啊，来，哈利可以学吗？我们先学一下。我超级期待这个变形术魔法，感觉超级好玩呢。那我们哈利赶快来研读一下这本。哇，他说哈利波特的魔法师等级不够高，所以他无法学习这么厉害的魔法。天哪，也太可惜了吧！我原本超级期待的，原本我超级期待学习那个变形术。可是我们竟然不能学，怎么那么难过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提升我们的魔法等级，提升我们的法师等级，我们才能够学那个变形术啊！好可惜哦，原本我都想好了，打算今天圣诞节要把所有的老师都变成地精，邪恶地精。好可惜，不行啊！好吧，算了，那我们来学一下新魔法吧。来来，大家过来这里，我们的哈利、荣恩、妙丽全部过来。我想让妙丽学点炼金术药水的那个recipe 配方，因为我们还不会任何配方啊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学一下。我们可以做实验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叫老师教我们呢。我看一下，老师在哪里？我们的 Morgan 老师，你去哪里了？ Morgan 老师不见了，我们暂时找这个好了，找这个四面老师，因为我感觉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老师啊，因为他上次不是还邀请我们哈利，还有邀请我们的妙丽。荣恩他们出门玩吗？所以我感觉他是一个还蛮我想跟学生当朋友的那种老师，因为不是老师都有分很多种，有些是非常严厉的，那有像森勉这种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那种。好，我们的妙丽跟老师聊天一下吧，然后我们跟他稍微聊天一下，增加我们的好友度，我们再跟他请他教魔法吧。然后同一时间我们荣恩在干嘛？在上厕所。哇，这里有厕所，我都没有发现呢，这个也太隐藏了吧。好，那等一下荣恩来这边寻找魔法点击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能找到什么。然后哈利也是，哦，哈利也在上厕所，他怎么每个人都尿急啊，有点好笑。好，哦，原来摩根老师在这里啊，原来如此。那我们哈利找摩根老师好了，跟他来一个友善的自我介绍。好了，那我们荣恩来找他老师好了，找这个法巴老师来跟他聊天，可以跟他抱怨呢。该抱怨说生活不公平，该抱怨人生不公平啊。荣恩跟老师抱怨，老师，上次我尝试把我们家壁炉点火，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让我自己着火了，真是太丢脸了，人生不公平。为什么妙丽施法都不会失败？其实也不一定啦，我们还没看过妙丽施法。好，我们荣恩跟老师抱怨一下，然后我们看能不能叫老师教我们点魔法好了。我们跟老师唱一个圣诞节的主题曲，我们听一下荣恩的歌喉，好像还不错啊。然后哈利，你怎么了？他卡住，拿一杯隐形的饮料，我们看不到而已，法师才看得到，温麻瓜看不到的。好，我感觉我们的妙丽跟这个老师有一点友好度了，我们要来试一下吗？我们让他问老师说，可不可以教他魔法好了，搞不好可以。我们试一下吧，问妙丽教老师教他一个炼金术的配方，教他一个魔法药水的配方，我们看一下老师会不会教他呢？老师，教我们吧，我妙丽还不会做任何的药水啊，我们想学习第一个。老师，你愿意教吗？哇，他愿意耶！老师人果然很好啊，太开心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妙丽会什么样的魔法，会什么样的药水了？太开心了吧！那个老师果然是好人，还是其实他真的妙丽有兴趣吗？哇，这个太酷了吧！他有看到刚刚的动画吗？超酷的，有那个闪亮亮的特效。我们学习到的配方是什么？这个是帮助我们哦，提升我们学习速度的配方哎，让我们变聪明就对了，让我们头脑变灵活变聪明。我们需要的材料需要 parsley， 就是那种香芹菜，然后还需要斑点的青蛙。我们去哪里找斑点青蛙？我们看一下老师愿不愿意再教我们另外一个药水好了，再跟他要一次吗？
我不行了，请叫他教我们魔法。好，那么来问一下哦，黑老师，既然你已经教我们了一个配方，再教我们一个魔法好了。哇，这个老师真的教啊，他这个人太好了。哇，他教我们是魔法，他教我们是巫师魔法，因为他是巫师学院的导师嘛，教我们这个repairio 修理东西的魔法还不错哎。所以以后东西坏掉，不需要用双手去修啊，用魔法来修理就好了，这个超方便的。老师，可以再教我们一个魔法吗？超级贪婪的学生，哇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法师啊，也太酷了吧，嘻哈法师。平常怎样？平常是什么业余的 rapper 吗？太有趣了。我们在这老师教我们另外一个药水配方哦。哇，他要教我们呢，老师怎么这么好？可以无限教吗？一天把所有魔法学完，我不行了，有 CD 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，他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好像是补充需求值的药水吧，在这里，对，这个是补充我们小人的所有需求的药水，这个很方便的，其实非常实用啊。那它材料需要苹果，苹果感觉还蛮容易取得的，然后这个什么青蛙什么什么的比较难取得，所以代表啊，我们需要开始收集地图上的青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也许可以弄个什么青蛙农场。那妙丽继续叫老师教他哦，叫老师给他魔法训练。这个动画真的超级酷的，超帅的，闪亮闪亮的。这个老师还点头说，嗯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学生学得很快。我怎么感觉啊，这个森面老师已经变成妙丽的导师了。原本妙丽的老师是摩根嘛，可是他不见了，他去哪里了？我怎么瞬间找不到他？他在哪里？哦，摩根老师在楼上啊，原来。好，那我们哈利来找摩根老师好了，叫他来教他一些魔法，先跟他聊天一下，增进我们友好度，他才愿意教我们。这个地方白天灯光超美的，虽然说没有明确的白天跟晚上分别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白天有这个阳光洒进来的感觉，真超美的。好，我们跟摩根老师聊天。嘿，你怎样？要排队的，我们先抢先的好吗？走开走开，我们要找摩根老师学习狂野魔法。哇，我们刚问他可不可以教我们魔法，他说可以耶，太好了。他教我们什么样魔法？什么魔法？教我们什么？看一下。哼，太好笑了吧，摩根老师刚刚教我们电击的魔法，这个 zip zap。 我们跟老师叫他教我们一个药水的药水配方好了，看他教我们哈利什么样药水配方呢？怎么样？哇，他还教我们补充能量了，补充需求值的魔法。好吧，那我们哈利来试一下哦，我们跟老师来一个友谊赛，来个 PK 如何？我们可以 PK 什么？我们跟他 PK 知识吗？还是 PK 文物？我们跟老师 PK 文物好了，我们跟老师说，老师，你敢跟我来一场友谊赛吗？我们来 PK， 如果我赢的话，你要给我一个很厉害的魔杖或者很厉害扫把，你敢不敢？有学生会这样子跟老师说话吗？超级嚣张的。哦，有耶，老师愿意耶，我飞着我们的飞天拖把过去，我们到我们竞技场。哇，我真的要跟老师 PK 了，也太帅了吧。怎么了？要飞去哪里？我们不是在这里 PK 吗？怎么跑掉了？又飞回来这里。哦，我们要在广场中央 PK 吗？在我们学校的广场中央，是这个样子吗？让全部人都看到这样。哦，真的耶，哇，太帅了吧。我们挑战老师耶，超级嚣张的学生，究竟谁会赢呢？是我们的摩根老师还是我们的哈利波特？究竟是谁呢？哇，刚那什么，刚那什么魔法？哇，这一招有点帅气啊，虽然说哈利还拿起他的隐形开水，他手还是这个样子。哇，我们哈利好像占上风哦。哇，两个平手耶，50-50的感觉啊，两个势均力敌耶。哈利有赢的迹象耶，天啊，哈利，哇，可惜我们还是输了。不，我们果然还是学生，还是初心者。我手扭到了，哦，好痛啊，要去看那个铁打损伤了。然后我们的猫头鹰 Hedwig 他是帮我们哭泣吗？他刚才叫对不对？哎，好吧，我们是没有拿到。然后哈利波特超级生气又很伤心，他感到很痛苦啊，因为他输了。好吧，老师果然还是老师。没有关系， Morgan， 你等着我们，等到我变厉害再挑战你，
我们一定不会输的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已经晚上5:30了，我感觉我们需要回家，因为我不想错过今天晚上的圣诞节。今天晚上圣诞老公公会来啊，所以我们让他们先回家哦。我们先回家过圣诞节，我们明天再回来继续学魔法。哇，我们回来家里，这个雪下超大的，暴风雪，真的好温馨哦。在这种下着暴风雪的天气，当我们可以待在室内，喝一杯热茶，喝杯热可可，超级温馨。好吧，我们让他们来准备一下咯，准备过圣诞节，他们可以分工合作，刚好有三个人呢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是想要买那个杯子蛋糕机器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吃杯子蛋糕，感觉超级棒的。可是好像没有空间摆啊，还是要摆后面这里，这里有空间啦。可是感觉好冷哦，在户外做杯子蛋糕。我们先让他们分工合作哦，我们哈利来做一个大餐好了，来做个大餐给大家吃，做什么？吃火鸡大餐好了，来做一下。然后荣恩负责做甜点吗？我真的超想要杯子蛋糕机器的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哪里能摆。哦，这里有青蛙耶，我们等下可以找青蛙哦。这个是会有青蛙的那个小树干。好，我们的杯子蛋糕机器买了，放在外面，可以用魔法煮耶。哦，不是，用魔法烧它，谁要做这种事情啊？来，荣恩，来煮一个经典的香草口味杯子蛋糕，来吧，希望你不要冷死。你可以的，你是法师耶，没那么怕冷吧？来，我来试一下。然后妙丽要做什么？我妙丽来做一个药水怎么样？我们试一下，先把这个弄掉好了。原本想要11年的，我们只好把它先清掉了。我们是法师啊，法师宿舍怎么可以吃这么简单的东西？我们当然要吃火鸡，然后喝那个魔药魔法药水当饮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样药水？我们都没有材料了，我们要去哪里弄苹果啊？好，我先买一些植物的种子包哦，因为我记得在水果的种子包里就有苹果了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魔法植物的种子包，哎，太酷了吧！有什么魔法植物可以种？那我们看一下，妙丽打开我们的水果种子包，里面有没有苹果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有哎，三颗苹果，太好了。哦，摩尔根老师传简讯来哎，他说：“嘿，我听说你跟森面变成朋友了，他蛮酷的，怎么有点吃醋的感觉？”好，应该不是。好，我们妙丽来做我们的药水吧，我们做这个补充能量的药水，补充我们的需求值的药水啊，可以马上填满我们所有的需求值，其实非常的方便的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哇，第一次做药水，感觉好新鲜。这药水颜色有点怪怪的，灰色的，感觉有一点可怕。然后呢？下面有火吗？有哎。为什么是红色的火焰，而不是蓝色的火焰？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初心者吧。这感觉像什么？芝麻糊吗？芝麻糊之类的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掉了？我看听到了，刚好玻璃碎掉的声音啊。然后我们的荣恩做好了吗？我们荣恩的杯子蛋糕做好了吗？他在上厕所。哦，杯子蛋糕他做好了，在这里。我们甜点有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做大餐，还有我们的饮料，我们就完成了。超级期待的，荣恩已经肚子饿了，可是还不能吃，不要吃啊！荣恩想吃杯子蛋糕，不行，要等到我们吃完大餐才可以吃。我们可以做别的口味吗？还不行啊，因为我们的厨艺等级不够高，好吧？要不然我们荣恩再帮忙做别的东西好了，他可以来烤一个布朗尼吗？哦，其实也不用了，因为我们的大餐已经做好了。天哪，可是我们饮料还没有好耶，怎么办？要先吃吗？哇，我妙丽的药水做好了，怎么感觉有点恐怖？这个是冒着黑烟然后蓝色的药水，这个真的可以补充我们的需求值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好，我们直接让我们吃大餐好了。等一下，荣恩已经偷拿了。哦不，他已经偷拿杯子蛋糕，不是说好先吃？哎，等一下，圣诞老公公突然之间从烟囱跑出来了，你会不会太快了一点？他都走了，不是吧？圣诞老公公，不要走啊！我们可以邀请他进来吗？我们跟他来个自我介绍好了。可能这个老公公他比较害羞。来吧，荣恩，去把他带进来。然后他们在吃东西。哈利波特说：“哇，这个火鸡超好吃的，这种一起吃大餐的感觉真的超棒的，真的好温馨哦。”虽然说荣恩没有过来，我看一下，他跟圣诞老公公，哎，等一下就要走掉了，不要走啊！你这个不敬者的圣诞老人，说好的礼物呢？
外面真的超冷的。我们给他打个招呼，然后带他进来好了，邀请他进来。好，有了，圣诞老人终于进来了。那我们先让荣恩跟他要礼物好了。我们看一下圣诞老人会给荣恩什么样礼物呢？我们先跟他要礼物。怎么样，我们荣恩今年是一个好孩子吗？可以拿到好礼物吗？圣诞老人，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礼物？最好是一个新的扫把之类的，或者新魔杖啊。怎么样，他给我们荣恩什么礼物呢？哇，蓝色包装的。荣恩说这个是给我的吗？真的吗？哇，什么东西，看荣恩很喜欢的。圣诞老人给了他什么？哇，圣诞老人给他一个海报耶。天哪，是我们荣恩喜欢的海报吗？应该是。那我们也让哈利波特来跟圣诞老人自我介绍，然后他要个礼物吧。圣诞老人，我今年绝对没有做任何坏事情，我绝对没有拿火烧老师啊。哦，不是，那个烧老师是荣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哈利真的没有做坏事情啊。不知道他会给我们什么礼物呢？好期待哦。一样的包装耶。什么样礼物？哇，打开一看，看来哈利也很喜欢这个礼物，太好了。什么东西？他送我们哈利波特菜刀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老人你不要提倡暴力好吗？天啊，送我们菜刀啊。好，欢迎妙丽了。妙丽在干嘛？妙丽在用电脑。在用电脑读书吗？还跑去哈利波特房间用电脑。好，妙丽下来吧，来跟圣诞老人要礼物，每个人都有一份。他会给我妙丽什么样礼物呢？哇，这个包装不同哎，为什么妙丽是不一样包装？哇，什么礼物？看来妙丽也非常开心啊。什么样礼物？看一下，他给我妙丽，哇，卡拉 OK 机器哎，怎么这么好？原来妙丽喜欢唱歌吗？不过到底为什么哈利波特拿到菜刀啊？也太好笑了吧。然后圣诞老人走了，他走掉了，他可能想说任务完成，我先走了，行程忙碌。这个圣诞老人有点喜感啊，他好像很冷的样子。好吧，祝你祝你一路顺风。哇，转一圈消失了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离开时候的样子。我们让他们来开始布置圣诞树哦，我们加个装饰品，装饰完毕已经超美的，真的好喜欢这个气氛哦。旁边下着大雪，然后他们在室内装饰圣诞树，感觉超级温馨啊。哇，装饰完毕，怎么这么漂亮？我们再装饰别的，再来加一个，再加一些花圈吗？加爆米花好了，爆米花跟那个蔓越莓花圈，继续布置我们的圣诞树。看他们布置好可爱哦，超级温馨啊。旁边还有两只召唤兽那边飞，真的很可爱啊。虽然说真的很可惜，召唤兽竟然不能跟他互动了。如果说可以跟他们讲个话，喂他们吃个东西就好了。哇，我们的爆米花跟蔓越莓布置好了，感觉好好吃啊。哇，我们最后星星也放上去了，超可爱的，超漂亮。我们圣诞树布置完毕，我们再点灯吧，再来一个点灯。哇，这圣诞树亮起来了，超美的，变成白色圣诞树了。好吧，我们圣诞树布置完毕，感觉他们过一个蛮好的圣诞节啊。我们的妙丽这个药水还没有试过，我们让他们过来，妙丽先来把它全部装到瓶子里。我们拿到几瓶？拿到五瓶耶，感觉非常可怕。好，我们试一下吗？我们妙丽先来喝一杯吗？这个品质其实是普通耶，所以说应该是正常的。我们把那个药水放在这里，这样摆着。我们还有五瓶，哇，它会发光耶，太可爱了吧。会发光耶，我们药水感觉非常的魔法。我感觉啊，我需要用一个架子专门收藏我们的魔法药水。然后又是我们的哈利药水的东西。好，把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收一下，然后把家里的脏盘子也洗一洗。有脏盘子吗？那要不然妙丽下来试喝一杯她自己做的药水好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喝下去，哇，全身发光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影响吗？我全部补满了，其实很方便的，而且它材料还蛮容易取得的，材料是苹果，超容易取得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妙丽不用睡觉了，她超级有体力。哦，这里还有脏盘子，好可惜，我们还没有学到可以直接洗盘子的魔法，要不然应该超方便的。
我想试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魔法。我们今天学到魔法有药水嘛，然后还有修理东西的魔法，还有对我们有电击的魔法，要来玩一下吗？我们来玩一下好了。来，荣恩，过来过来。没有什么事情比跟同学练习魔法更开心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哈利波特来跟荣恩试一下电击魔法，可以 PK 耶。好，我们先来试一下电击，来来，我们来玩一下。虽然说感觉我们哈利波特失败几率很高吧，哇，来个 zip zap， 怎么样？没有反应，没反应啊！哇，哈利波特的魔法是怎样？也太不灵光了吧，完全没反应，看来我们失败了。可是等一下，我们荣恩有这个晕眩状态耶，代表说他是有被电击到的，只是说没有出现那个动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要一直在看电影啊。还不让我们荣恩，我们再来试一下点火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去掉，因为魔法也需要多练习我们才进步。来吧，我们荣恩再来对这个壁炉来个火咒语，来施法吧。看来我们成功了，好，太好了，没有伤到自己。然后他们两个在干嘛？他们两个在看电影，为什么要这么严肃？还在那看荣恩，想说你挡住我们的视线了。刚刚他站在电视前面，超好笑的。好，那我也把圣诞老人给他的礼物放出来了，这个是菜刀，他给哈利波特礼物，还有我们荣恩的海报在楼上，荣恩的海报在他房间里，在这里，这个是什么海报？太好笑了吧，叫他读书的海报。然后妙丽的礼物是卡拉 OK 机器，太大了，所以我没有放出来啊。哇，在下雪，圣诞节隔天在下雪，太温馨了吧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哦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还有不要忘记订阅，已经有订阅的话记得开启铃铛就可以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